总之就是没油了。上面一下按住，把它按啊！对对对对，哇！一下子把它按住就不动。哦，它到底该怎么抓呀？螃蟹抓两遍，就是抓两遍。可以抓抓两边，就这样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哦，牡丹，你看见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它是圆鳍。对，圆就是牡丹，三角形是公鲤。它的名字叫做后鲤。嗯。它叫后鲤。为啥呀？后鲤蟹。你怎么知道呀？啥梗啊？它叫后鲤。我怎么知道？它少了一个腿儿，你看见了吗？哟，少了一对。螃蟹啊，螃蟹，螃蟹啊，八只腿啊。后鲤，别走，后鲤，哦。这个。哎呦，哦，痛，痛不？铁汁，后鲤。你降那么高干嘛？啊？没事。